你的这些折子，我都看过了。到此为止吧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爷爷要是在九泉之下，知道国家分裂了，怕是会从棺材里爬出来吧？啊，皇上，爹，您到了地底下。 爷爷不会原谅你的，你也不会，对吧？原谅你不是我的事儿，但是这一仗我一定要打。宣旨吧。 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细察微末，皇太子朱瞻基不顾亲族，不体圣意，一味求战，轻狂任性。着皇太子即日启程。 赴南京读书养性，不奉旨意，不得回朝，以示惩戒。钦此。他们到时候在得寸进尺，要儿子的命，你给不给呀？我时间不多了，你。 替我写封信，问问他书读的怎么样了，写个折子上来。太子爷认为，当今朝廷谁能领兵去评判可升汉王的大军？圣雍大将军、平安大将军，还是英国公张辅？ 你少在这儿明知故问。朝廷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武将可派。那太子爷自己呢？哎，这样的局面，将来太子爷继位，敢掀起战端吗？我宁可战死，不愿苟活。 太子爷身系国家青颜战死，国家破碎百姓遭殃。你何以对大明列祖列宗？何以对若薇？何以对我？何以对姐？松开，松开！太子，我来是要告诉你。 皇上说他是死是活，你都不能回去。你在，局面不管有多烂，有太子也能够收拾。你在，江南七省的王爷都不会动。皇上说，他跟你父子一场，你是有什么要说的？ 就赶紧写给他。天若假我十年为君，必效法父亲；以百姓之心为己心，以百姓之念为己念。后世人皆知我父子之两朝为千古志士，而不知我父子为何人也。殊不尽言。 不能于榻前侍奉，涕泗横流，五内如焚。儿臣
朱瞻基叩首在拜。